好，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在光滑的平面上，有质量小 m 跟大 m 的两个物体，两者之间用弹力常数 k 的弹簧连接。他说在第一个图，这是图一啊，这是图二啊，在图一中以定力 F 拉大 m，弹簧的伸长量是 S1，那这样拉的话，我们假设它的加速度是 A 好，那加速 A 的话，我把这个看成电梯啊，那么这个张力T1 好了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假想力这个叫做 MA 啊，那这个是等于 KSE。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如果这样推的话，它的加速度也是啊，它加速度的话也是 A 啊。那我现在呢，把电梯放成这样子，但是大 M 呢受几个力呢？加速度往这边嘛，所以它是加强力 F 要往这里啊。那现在的话呢，张力是往那边，T2 T2。要跟那个 MA 抵消嘛，因为你站在里面看，站在电梯里面看，它是静止的，它所受合力、张力跟什么跟等效重力或者是假想力抵消，所以 T2 呢是等于多少？大 MA，这是等于 KS2。好，那么它的那个这样拉的话是伸长量，这样推是压缩量，它的。伸长量呢，跟压缩量的，好，那就 S1 啊，比 S2 啊，一比下来，就等于多少呢？小 m 比大 m，所以答案是这个。